要向阁下学习。
不住了，眼下我又放手一搏，谁是这元术的秘策了、啊、可笑，太师子宁可葬身于此，也绝不会中元术的奸计。还是来吃一波。怎会如此？这令我想起父亲战死时的情景。太史慈这等忠烈之士，怎会倚仗丹药之力？技巧，当务之急还是先解决眼前的敌人。要死在此处。至此，敌方真是了得。绝不会再死守。看来此次能充分发挥实力。这里我
想起父亲战死时的情形。太史慈这等诛灭之师，怎会倚仗丹药之力？事有蹊跷。当务之急，还是先解决眼前的敌人。发挥实力，这令我想起父亲战死时的情景。太史慈这等诛灭之师，怎会倚仗丹药之力？事有蹊跷。当务之急，还是先解决眼前的敌人。
险境。但愿有援军赶到，只会在此陷入穷途。感激不尽，绝不会再次疏忽。战将，请先行后撤。借此机会，我定会收获颇丰。这令我想起父亲战死时的情景。太史慈这等忠烈之士，怎会倚仗丹药之力？事有蹊跷。当务之急，还是先解决眼前的敌人。这令我想起父亲战死时的情景。太史慈这等忠烈之士，怎会倚仗丹药之力？事有蹊跷。当务之急，还是先解决眼前的敌人。感激不尽，绝不会再次疏忽。
充分发挥实力。怎么会如此？这令我想起父亲战死时的情景。太史慈剑有中炼之势，怎会倚仗丹药之力？是有蹊跷。当务之急，还是先解决眼前的敌人。早已下定决心，要吃。